到了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背景图片，好多游客都在划船，现在我们的位置就是坐小船的位置，看看这蓝天白云非常的漂亮，这湖面的对银光闪闪，在微风的吹拂下更加漂亮美丽，海水特别清澈。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的右手那个所指的方向，就是高的建筑物，就是一个蹦极，现在没有一次，前几年来的是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快艇码头。对，快艇码头。现在前面这个快艇正在起步往前走，还没有完全的彻底的开快。大家看一下啊，现在我们来到了游船售票处，现在这里边呢是一个人的130，和这个就是能走20公里吧。没有，他这是130。所以他开走20里，然后上午是8:30，景区营业时间上午8:30，下午是到了5:30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下边，就是坐游船的码头，现在这边的游客正在往上走。好了，到里边参观完了，好了，上来。好热，你看那云彩特别近离咱们感觉，太漂亮了，这个风景真好看，太迷人了，画面多么美、我最喜欢这种画面，这种风景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刘姐就带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美丽的家乡，美丽的金海湖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走下来了，然后再往上看一下，带大家看一下，多么美，太漂亮了。中国人对人的特别特别感觉，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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